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商家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二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手中的这台蓝色的12 Pro Max 是帮广东东莞的一位粉丝拿到的，像这种128G 的价格也跌到了3000以下。这台95新的小花机，二台是花了2950在市场拿到。然后这个机器我是已经帮他开好了 eSIM，像那个 T 版的跟 ATT 的，我们发货之前都开好了 eSIM，这个就是一个 eSIM，然后我们直接。打卡，单独装手机卡，这时候还不装卡接，直接装进去。手机会读到两张卡，一张是 eSIM，一张是我们的卡。你直接点继续。它 SIM 卡无效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卡取下来。这个时候我们。把这个卡贴装上，这个三角对着这个卡槽的三角吧，装进去一钻，然后直接装卡，我就用我自己的移动卡演示吧，然后装进去之后这边折过来，然后直接插入手机，插入手机之后手机也会读到两张卡，但手机会跳激活，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开好了 eSIM 嘛，所以我们用 eSIM 5G QPE 接锁。这个机器是 T-Mobile 的，我们选 T-Mobile 5G，然后点接收。在这个页面，我们等着它自动跳转到桌面。已经跳转了，但是还要等它来一下信号。这个 QPE 解锁还是比较快的。这是我们的卡，马上就来信号。OK，现在已经来信号了，但是我们要设置一下主卡、副卡。这个就是让我们设置主卡副卡，我们直接在这个蜂窝网络里面设置，再把主号的漫游打开就好了。这时候我们试一下打电话，打电话时就不会断网了。比如现在正在打电话，其服务向爱我们连还可以接，正常上欢网。迎致电中国移动。不到3000块，我们就能搞定一台12 Pro Max 128G 的小花机。小伙伴们觉得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